牙鬆咧，跟住刷咧，刷多幾日咧，慢慢感覺到咧，嗰啲牙肉咧係包翻實隻牙，就開始就冇咁鬆噶啦，慢慢啊，好似實翻咁樣喎，真係幾好噶。我啲牙咧有時咧就飲啲凍水咧避嘅，同埋有少少蛀牙，跟住咧向嗰個位咧係咁刷，就唔使咁大力嘅，好似按摩咁刷，跟住咧過多一兩日，第三日就冇事啦。可以飲凍水喎，食西瓜乜都得咯。跟住啲牙肉咧，嗰啲牙咧蛀牙咧，慢慢都開始唔痛，幾日就唔係話一個禮拜都唔使啦，好過睇牙醫。